祈求万人永渡活动顺利举行，过程圆满平安。关注你条件，选了管护相关人员以及部里的杂音会干部，大家信心足多。祈求九月十六号信大店区的一挂摊万人游泳活动，会当得到众方市民的褒庇和祝福。咱啊委托咱的保利世纪早泳会来甲咱举办，遮侪年来啊，拢会当平安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咧，搁伫遮咧祈求吼，会当啊，属于啊，这个菩萨会当庇佑咱这个游泳，搁会当当平安顺遂。啊，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啊，特别注意游泳的时阵，大家互相照顾，互相注意。今年度第30届一挂摊万人游泳活动是每年全国性的体育盛会，今年参加人数是再度破了往年的纪录，达到将近29,000人。加上前来参观人潮，一挂摊地区当天可能会来了超过30,000人这么多。为了确保活动平安以及一时因应突发事件效率，主办单位是再度请调着海空三军以及宪兵等单位前来支援，专程确保参加人员的平安和健康。咱为着要顾到安全啊。啊！除了咱今仔日来祈求上天来给咱帮忙，来庇佑咱大家拢平安以外，那么动用陆海空三军啊，啊，来到支援啊，亲像空军的直升机啊，来做准备啊，那万有意外来做转诊呢，诶，这个运输，那么宪兵诶来做交通指挥，国军诶咧陆军呢，通信设备，海军呢，海军陆战队吼。来在这做水上救生的活动。第十六号迄天，一挂潭地区将为早起六点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交通管制，参加民众上好会当量早来规划交通路线。记者金文轩采访报道。